所以就是我们说博物馆是一个大学校，这总书记一再强调博物馆是一个大学校，因为这个知识的海洋那是沉淀了几千年，因为那一帮子专家学者在挖掘，把这些知识把它挖掘出来，多元价值挖掘出来，那挖掘出来干啥呢？就放到书本里头去，要让它活起来传播。这个中间呢就需要社会机构的参与，不能仅仅就是博物馆或者是我们遗产局的管理机构，一定要有社会机构参与。这个参与进来以后，它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，有经费的投入，有技术的投入，啊，有这个传播的这个渠道的啊，这样的支持。